植物人案例。我老婆在2013年的2月4号从长沙回岷江的路上出了一次车祸，导致开了5次楼，输了100多斤血，在重症监护室待了3个月，昏迷7个月的时间，一号成为了高危植物人。幸好在医药长沙附一附二襄阳公安康复医院住院1年8个月，引掉肺炎75,000元，家里面两房子都卖掉了。一次病症不仅好转，幸好多次咨询广州北京深圳这位有名的教授，已没有一个好的医疗方案。为什么说他高危植物人呢？这是医院里定的。他因为呢，他有各样几十个危险，除了他是植物人以外，而且他还有三高：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尿路感染、炎症癫痫、身体虚弱导致经常感冒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也想了很多办法。我真想呢，我老婆要让她恢复过来，达到生活自理的目标。在2014年的10月份检查了原始的，原来是昏迷7个月，好像昏眩4个月的时间。我呢是很着急，检查原始的以后，看那个张老师的光碟，就看了6遍。去博古风光小区呢，办了学习班呢2次。我们才今天就是原始的，就3间保嘛，我就是要1天按摩，按摩就是2次，上午1次。就是呢，8点到9点，就是全身一条脊椎崎岖连时的。下午一次，就是5点到5点半，局部按摩。按摩以后就马上敷红豆蛋，这一天的按摩。姜汤呢，一天呢就是喝冷姜汤，1000毫升，用4000毫升的水熬成1000毫升，晚上。就是12点开始熬到早上4点半，用脚量就是180克的干脚，分为50克，每次200毫升。功夫呢，我就采取的话就是头部、颈部，就是暖暖包。回来以后睡觉，我们就是个定的横的带，中午就3个小时，晚上呢就是9个小时，一天12个小时，基本上。是25小时左右的，外力的温敷，就要通过这些办法，有了免疫性的好转。现在，能够实现部分生活自理，能够自己吃饭，自己穿衣服，自己呢，徒手走路啊，一次呢，能够走200米左右，爬楼梯，能够从1楼到18楼，用50分钟的时间。完成。等一下。简单的交流，我问他，我说老婆早上好，老公早上好，你辛苦了。早上呢，我就早上给他读书，读了么20分钟，读的那个小的就这样，什么好啊，好好学习啊，天天向上啊，就是反正小孩子都需要。下午给他写一篇日记，有日记呢，他的今天搞了些什么东西，他能够写的今天好的东西，每天写一篇日记，他自己，我一篇日记，他一篇日记，每天写日记，每天写一篇日记，真好。我的目标是要达到全部生活自理，要6年以后，我觉得就没得带着老婆到联合国的去旅游。